王姐，你这是，啊，你脚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那，你也来接孩子？那你是？我是专门来等你的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那个餐厅的图纸我还得过两天才能给你。不是不是，不是这个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昨天我脚崴了，你背我来着。 我特别想亲自过来感谢你一下。我刚还去你家了，结果你也没在。我估计这个点你应该是来幼儿园接孩子来了，所以我就来了。王小姐，你也太客气了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。今天你总该有空了吧？我请你跟袁一一起去吃个饭。袁一，我们去吃西班牙菜好不好呀？ 要不法国菜也行啊。王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今天确实外婆约了在家里吃饭，要不然我们下次吧。那也行，下次吧。谢谢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走。